栏，在这一栏中会包含钩织这款玩偶所用到的针法，以及表格图解中各个符号所对应的针法这些信息。大家在钩织之前一定要先看清楚这一栏的内容，各个符号所表示的针法一定要一一对应，不要混淆。一般情况下，表格中 CH 通常表示锁针。 X 通常表示短针，V 表示短针加针，A 表示短针减针，W 表示一针目里钩三个短针，M 表示短针的三针并一针。这些针法以及注意要点，我们在后面的视频里会一一讲解的。下面我们开始学习主体部分的编织方法。 先来学习头部的编织。我们来看头部的表格。表格中第一列，R 加数字表示圈数，R 一表示第一圈，R 五表示第五圈。这里的 R 十一到二十表示第十一圈到第二十圈全部使用相同的针法钩织。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 所有针目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加减针情况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位置。注意，加减针的位置必须严格按照表格钩织，不可随意调整。一般情况下，加减针情况这一列不会标明每一圈开始的起立针和结束的引拔针，而在实际钩织时。 我们会用到起立针和引拔针，所有针法的起立针都是指在每一圈开始的位置钩织，其余部分只钩织相应的针法，不钩织起立针。具体方法视频里面都会有详细演示。颜色这一列标明了钩织对应主体时所用到的颜色，一般这一列会具体标明每一圈或者每一排需要用到的颜色。 大家在钩织时也需要看清楚这一列标注的信息。一般情况下，织物的起针方法在表格中的第一圈会有说明。表格中，R1 的加减针情况这一列是环起六 X，表示的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在第一圈钩六 X，可以知道补丁熊的头部采用环形起针。 一共二十九圈，表格中含有 V 的是需要加针的部分，我们按照表格的加针情况进行加针；含有 A 的是需要减针的部分，同样按照表格的减针情况进行减针；其他部分是不加不减针部分，只需要一针对应一针钩织短针即可。用到的针法有锁针、短针、短针加针。 短针、减针和引拔针。下面，请看我具体演示头部的钩织方法。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做演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首先来环形起针，右手拿起线头。 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一、二，上方一共有三根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取出，然后将线头在小拇指上绕一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右手拿起钩针，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穿入线圈，钩针放在线的左侧，逆时针绕线，将线钩出。 钩一针锁针固定，大家看，这个就是环形起针完成后的效果。后面的第一圈就是在这个线圈上面钩织相应针法的。下面我们来钩第一圈，第一圈是六 X，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钩六个短针。首先。 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注意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我们在实际钩织时，每一圈的开始都需要钩织起立针，短针的起立针为一针锁针，并且这个起立针不算一针。接着在起针的线圈里面钩短针。 穿入起针的大洞，绕线，将线勾出。这时，钩针上一共有两个线圈，再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这个就是短针。我们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扣一个记号扣，以便于最后结束的时候找到引拔的位置。 针目表示对应短针右上方的辫子，就是这样的两根线。往后的每一针都有对应的针目。这个记号扣的位置是当前这一圈的第一针，也是下一圈第一针的入针位置。继续往下勾，穿入大洞。 将线勾出，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两个线圈，这是第二针。这一圈一共需要钩六针，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三针。 四针、五针、六针，全部完成后，我们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一共有两个线圈。 首先，轻轻拉一下线头。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线圈活动。这里注意，开始的线头一定要轻轻的拉，不要太用力。找到活动的线圈之后，再拉紧活动的线圈。还剩一个线圈。 直接拉紧线头，这样线圈就收好了。可以看一下，短针的右上方都有对应的 V 字形的两根线。 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最后，我们在当前这一圈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引拔结束，也就是记号扣的位置。记号扣暂时不用取出，左手重新挂好线，穿入钩针。 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这个辫子就是引拔针。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我们在实际钩织过程中，每一圈的结尾都需要钩织引拔针，因为引拔针下方没有对应的短针。 所以它不算一针，拉紧。注意，因为这个引拔针是在这一圈结尾钩织的，在这里起到首尾连接的作用，并且它不算一针，所以这个引拔针一定要拉紧，不然下一圈容易多钩。这一圈一共六针。 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一圈完成后的样子。起针的线头暂时不用剪断，可以在钩下一圈的同时收进去。接下来钩织第二圈，第二圈是六 V，表示在上一圈六个针目里钩短针加针，连续钩六个。 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起立针不算一针。为了使连接处不太明显，可以拉紧起立针。这一圈全部为短针两针的加针，表示在同一个针目里钩两个短针。穿入上一圈记号扣的位置，钩第一个短针加针。 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就是上一圈第一针的位置，也是当前这一圈第一针的入针位置。大家钩织时不要钩错。穿入钩针，钩的过程中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顺着织物的纹理收进去，一针。 两针，这样一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将记号扣扣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我再说明一次，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就是这一圈结束后引拔针穿入的位置，也是下一圈第一针的入针位置。 接着，在相邻的针目里钩短针加针，注意钩的过程中要收好线头，挑起这样的两根线，一针，两针。 第二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这一圈一共有六个短针加针，剩下的四个全部按照每一针钩出两个短针的方法。 次加针，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结束，一定要注意，每一圈结束后都需要与第一针钩织引拔针。可以看一下，最后一针距离第一针一共有两个辫子。 右边的这个是上一圈的引拔针，左边的这个是这一圈开始的起立针，千万不要在这两针上钩织，不然就多针了。穿入记号扣的位置，同样记号扣暂时不用取出，将线钩出。 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我们来数一下针数，这样 V 形状的两根线表示一针。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一圈一共十二针。起针多出来的线头，因为已经收了一圈，可以剪掉。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二圈完成后的样子。 下面开始钩织第三圈，第三圈是 xv 乘以六，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以六表示重复钩织六次，xv 乘以六就表示钩织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这样的一组重复钩织六次，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将起立针拉紧，接着在记号扣的位置钩一针短针，扣记号扣。 在下一个针目里钩一个短针加针，一针、两针，X V 就钩完了。继续在下一个针目里钩一个短针。 往下钩一个短针加针，这是第二次。这一圈需要重复钩织六次，剩下的四次全部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的。 这一圈一共二十四针，每一圈的总针数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参考，往后我就不再说明了。到这里，第三圈就完成了。我们在这一面任意位置扣一个记号扣。 套扣的这一面是正面，钩的过程中正面始终对着自己。接着钩第四圈，第四圈是 XVX 乘以六，表示钩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这样的一组重复钩织六次，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先在记号扣的位置钩一针短针，扣记号扣。以后在每一圈开始第一针的针目上都扣记号扣。 方便尾圈结束后，找到引拔的位置，在相邻的针目里钩一针短针加针，一针，两针，往下再钩一个短针。 这个就是 X V X 的钩法。我再演示一次，先钩一个短针，再钩一个短针加针。 接着钩一个短针，这是第二次。这一圈一共需要重复钩织六次，剩下的四次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的方法。 这就是第五圈完成后的样子。织物正面像这样明显凸起的纹理，表示一圈。一、二、三、四、五，现在一共勾了五圈。往下的第六到十圈的勾法与前五圈类似。 都是括号里面表示一组，这里的每一组都是重复钩织六次。x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钩几个短针。大家按照表格继续将第六到十圈钩完，这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需要注意的是，每一圈开始必须要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结尾必须要勾引拔针。 起立针和引拔针一定要拉紧，并且都不算一针。大家看，这个是已经钩完第十圈的样子，第十圈一共六十针。到这里，头部需要加针的部分就钩完了。可以看到，因为前面几圈加针位置都是按照对应表格钩织的，每一圈的加针位置。 都相互错开，所以钩出来的织物是一个圆形。大家在后面的钩织中要注意，加减针的位置一定要按照表格加减针情况进行钩织，不要随意调整。接下来的第十一到二十圈都是不加不减，六十 X。 不加不减表示不钩织加针和减针，直接一针对应一针钩织短针。这里的不加不减六十 X 就表示在上一圈的针目里，一针对应一针钩织不加不减的短针，一共六十针，一直钩到第二十圈结束。 我们按照之前钩短针的方法继续往下钩，每一圈的针数都是六十针。这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我再提醒一次，每一圈开始必须要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结尾必须要勾引拔针，起立针和引拔针一定要拉紧，防止后面多钩，并且。 起立针和引拔针都不算一针，往后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二十圈完成后的样子。第二十圈一共六十针，到这里，头部不加不减针的部分就钩完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碗的形状。这一面有一圈。 一圈明显凸起的纹理是正面，反面纹理则比较模糊。我们在后面的钩织中要分清正反面，不要混淆。往下继续钩织头部需要减针的部分，每一圈的减针情况和总针数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说明，大家可以参考。先来钩织第二十一圈，第二十一圈是。 四 x a 四 x 乘以六，a 表示短针减针，先勾四个短针，在第一针上做标记。 一般在钩到熟练后，比较容易找到第一针的位置，就可以不用扣记号扣了。二、三、四，完成后往下钩一针短针，减针。 减针的方法，请看我演示。针目的这两根线，靠近自己的是前半针，就是这根线；另外一根是后半针。这里我们挑针目的前半针。 绕线，将线勾出。这是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我们继续挑起下一个短针的前半针，将线勾出。这时，钩针上一共有三个线圈，绕线，一次勾出。 一个短针减针就完成了。这种只挑前半针减针的方法叫做隐形减针。用这种方法钩出来的织物，减针位置的缝隙比较小，织物整体更精致。我们在钩玩偶减针时，经常会用到这种方法。接着再钩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这个就是四 x a 四 x 的钩法，往下再钩四个短针。 一个短针减针，我再演示一次隐形减针的方法。挑起短针的前半针，绕线将线勾出，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就勾好了。接着再挑起下一个短针的前半针，将线勾出。 绕线一次，钩出钩针上的三个线圈，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短针减针。往下再钩四个短针，钩完这一组。 这一圈一共需要重复钩织六次，还剩四次。